前辈们，你们似乎搞错了什么。搞错了是你，青青是我的错。我明白了，可规矩就是规矩，失礼了。大人小心，我请。光门无首，草立弹指。艾尔，神经猫，逆转光枪，超频射击。哼！什么？光击追踪。超喵飞起！光能移动时。嘟嘟公主，危险度是宇宙最高级别。空天万能步，休想！嘟嘟，超能囚笼。哥哥，请住手！这是针对超能力者的能量罩，挣扎只会伤到自己。感觉，前辈们，技术交流该结束了。光能鼓手，艾尔流星掌，大家小心。任务继续。站住，还没完。朋友还没输呢。没错。可别的哥。不愧是初代的前辈呢，可这没有意义。当然有，为了伙伴，我们绝不放弃。前辈们，你们错了，那个女孩根本就不是奇趣特工队，她偷走了我们的时间飞船和特工装备。为的就是冒充奇趣特工欺骗你们。对不起，他只是一个利用你们善良扰乱时空达成自己目的的时空罪犯。说完了吗？哥德彼得比，对，青青和我们一起生活，一起出任务，本喵才不相信他是坏人。不用分析，青青一定有苦衷。对，不管什么原因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违反时空管理法就要接受制裁。你休想带走青青，通天火箭拳。限制解除，光能火箭拳，百变重锤，我敲没用。还没完，逆转光枪。没事了，青青。能力和装备明明远不及我，可前辈们还是发挥出了足以超越我的力量。不愧是最强的初代特工，抱歉，我得用上这种手段，时空回溯。什么？小镇巨人？不远了。升级钥匙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，我重置了前辈们得到装备的时间。你糊弄喵呢？有这种绝招，你干嘛不早用呀？时空回溯是因果律道具，某程度上和时空起点一样，万不得已我也不会使用。好，该说再见了。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。青青。
轻轻啊，开始。999队长，没事，先把犯人关押好。一旦罪名成立，你就会被流放到几百亿光年外的无人行星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。很抱歉，规矩就是规矩。你全身是伤，别乱动呀！我得赶紧去救青青。去啊！时间飞船都没了，你拿什么去呀？先喝药吧，身体垮了，怎么去救青青？不是，我咕噜咕噜，好苦！喝个药都叫苦，明明就是个小鬼，还对抗未来特工。青椒博士，你都知道了。博士通过艾尔和那个家伙的记忆体还原了之前的记录。什么那家伙？我有名字的，我叫毛查查。这不重要，现在是自我介绍的时候吗？呀，起点起点！毛查查，你为什么会和艾尔999打起来呢？因为他想抓青青。等等，你认识青青？这个嘛，完美！我这个保姆机器人可以全天候24小时、360度无死角的照顾青青。我看谁还敢说我这爸爸不称职！青青是柠檬博士的女儿，所以青青一直以来都是在阻止自己的大反派老爸嘛。讨厌，博士不是大反派了。哎呦喂，你这搞事大王还有脸说？这是有原因的。太慢了，光靠现在的数据还是生成不了啊。博士是，你看你看，全民票选100位科学伟人。什么？怎么没有我？明明我才是最聪明的科学家。就是，他们全都弱爆了。对，要是牛顿不坐在苹果树下，而是坐在圣诞树下，他能发现……等等，啊，不愧是我，有了。利用现在的时空数据，我们就算进行穿越，也只能回到一些过去的关键时间点，根本去不了我想去的那一天。所以你要去那些时间点捣乱，破坏关键时刻，会产生严重的时空起点现象。利用时空起点释放的能量，我就能收集到大量时空数据。只要有了足够多的数据，我就能精确校准时间标尺的刻度，让时光机可以任意穿越。那我就要不断捣乱。对，越乱越好。原来是为了时间标尺，难怪柠檬博士之前想抢时间飞船上的。可他到底想去哪一天呢？时间标尺。那不就是我发明的这个吗？怪怪青椒头发明的。难道？所以第一次精准穿越，我们去哪好啊？我早想好了，去找我那制造出时光机的曾曾曾曾曾爷爷。时光机是博士的曾曾曾曾曾爷爷发明的。没错，去告诉他，他的智慧基因没有消失，到我这儿还究极进化了。就算被全世界孤立，我也还是成功了。不会吧，曾曾曾曾曾爷爷是怪怪青椒头？是吧？你也觉得他？根据分析，这个时光机的工作原理跟时间飞船使用的时间标尺一样。哈，也就是说，我的发明在未来普及，我成大伟人了。好，有了时光机，我们就可以去未来救青青了。去未来？当然不行啊。不，应该说，理论上我这时光机可以去未来。理论上？因为我又没去过未来啊。没有未来的时间数据，有我这时间标尺也去不了啊。那这该怎么办啊？这有我呢。喂，
喂，你的伤还没……柠檬在耍滑梯。特巴队，这样你们就能去未来救青青了。对哦，蒙查查是从未来来的，所以会有未来的时间数据。这样我们就能去未来了。没办法，暂时和坏柠檬联手吧。Good bit。不是为了青青，我才不帮小坏喵呢。可是你们身上还有伤呢，而且就你们现在的装备也赢不了啊。要不等我帮你们把装备升级之后再去吧。谢谢你，博士。可我们一秒都不能等，我们一定要把礼物交给青青。时间标尺启动，时空校准。为了青青，成功了。黑鸟。就是未来奇趣特工队的总部吗？